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啊。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二阶段的第一轮，也是总的第五轮。今天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九段。曹老师你好。哎，你好，棋友们大家好。这个农心杯又拉开了序幕，应该说。对，是的。这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序幕。是的。第二阶段呢将进行五盘棋吧。嗯。也就是总，因为第一阶段进行了四盘，那么第二阶段呢现在等总体来说今天是第五盘。第五盘。啊，对。但是说不定今天这盘棋是第五阶段第二阶段的最关键的一盘。是的，今天呢是由中国棋手范廷钰九段上擂挑战韩国的朴廷桓九段。因为我们现在有点意外，就是朴廷桓这么早就出场了。对，是的，对，是有点意外。这个是中国棋院今天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的开赛的场景。是的，是的。现在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棋手对阵的样子，这是范廷钰啊。今天的用时呢是每方一个小时，然后一分钟读秒一次啊。这是朴廷桓，我怎么觉得 这在韩国，他那个头发的发型看起来像锅盖，发型也变了，很有特点。朴廷桓最近状态很好，他是前不久刚刚在三星杯上2-1战胜了深圳区，夺得了冠军啊。对，强大的深圳区。好，那我们先来进入棋局吧，然后顺便跟大家慢慢的聊一聊这个农心杯，还有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是朴廷桓跟范廷钰之间的恩怨哈。今天拆先了，对，拆先之后是范廷钰执黑先行，这棋是韩国规则贴六目半。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实时画面，就是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就是跟他们是同步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右边是他们的，可能应该他们的棋手的形象出来的是计时的画面。没错，我们的棋局，他们的棋局是一点开始，也是韩国时间是2点。2点。对。这个比赛用时规则，再给他介绍一下，可能有些棋友已经很熟悉了，是每方一个小时。对， 对对。然后用完之后，规定用时这个一小时用完之后是一分钟一步的读秒，就没有保留。对，只有一次，不能过。是啊，那就是说一小时的保留时间，反正早早晚晚都得用完。基本上是吧？是，基本上还是要看一分钟，就进入中后半盘这之后一分钟读秒，这还是很考验棋手的心智。对。以及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啊。是。黑棋下了收脚了吧？是的，守的这个角，然后白棋点33。它是飞的啊，飞啊，飞一个，飞 A 是顶了爬，是的，顶了扳一个，然后白棋下的还比较简单吧，这一带是黑棋也点角了，点33，这个。爬出来了。白棋这个局部没有下飞，而是下了长了一个。其实他也有理由飞的。这个局部啊，它长的话，黑的是有可能跳出来的。因为黑棋争子有利是吗？对，是。就这个争子。就现在白棋冲断。争子有利是这个。断这个手。这个就是这个现在黑棋能跑。对，是的，争不掉，白棋不能这么下肯定。对，是。所以反过来说，这个就是有可能是可以下那个跳一个。是的。这个但是呢也有利有弊，这棋是这样啊。
飞起来的话呢，它以后是可以一手就小尖端杖，没错，是这个棋形。是的，然后跳出来之后呢，好像黑的在底下是往下边尖，然后就讨论说到底是这样的好呢，还是这样的好呢？啊，对，这也挺纠结这件事情。这个棋形啊，嗯，以往的话，嗯。职业棋手都是下在这儿接回去，是接或者立，嗯，注重于这个右边这一带时空的话呢，是它是立，嗯，小尖当时是出现的比较少，啊、嗯，或者是接，觉得也蛮有利的，嗯、因为这个地方紧了白棋这一口气，以后也可能拐或者飞起来的话，这棋形黑的也不错。对，但是现在 AI 推荐的都是这个小棋，是的，没错。那、嗯、这个一切就在本局都不可能出现了这个变化，实战黑的是飞了一个，是吧？是的，它是小飞的，嗯，小飞。哦，白棋下了这个，嗯，中间分头在这儿，对，黑棋拆三，嗯，这个也好像也有从那边逼过来的，就这样逼是吗？对，我从那方向逼。是也比较稳妥的一个下法。嗯。这地方好像都是这样的一种场景啊。嗯。就黑的逼在这，白的应该会在这局部脱先。哦，就也没什么好，没什么特别可以下的点，因为这一带现在价值不太大。嗯。就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可能他会连一个是吧？在右边连一个，嗯。对，我觉得白棋如果说不拆。不从中间分头打吃立下也是一步大棋、啊、但是他好像分头了这个打吃立下就感觉有点怪分头的话他实际上他是希望黑棋在这里逼一下是的他也许找个时机就打吃立下啊，这步棋其实是很大的一步棋很想下就作为白棋来说按理说呢作为白棋的、嗯、他的原生的想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黑的假如在这里逼过来的话呢白棋应该是要这里断打出来哦是这样的就是说他这是一个战斗如果长然后白棋爬一个对对他走这个然后白棋就把这个长出来要跟他战是吧这个大概白的不错是不是会打一个、嗯、这个后续的变化会怎么样那就一直压吧一直压，嗯，一直压到这儿可以长一个然后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接着压能多压一下就多压一下就是说这个棋就作为白棋来说他所顾忌的一点就是他自身很难取得就是看得到的实质性的利益嗯，通过进攻的话就是因为你现在从外边来的话太虚了对好像是有点不太然后你对这四个子的进攻也是有点虚无缥缈不过你如果从这儿走呢自己也气也比较紧也要受到反牵制。嗯那如果说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考虑刚才是先拐一下拐有可能。先拐这个。拐有可能。如果您走这儿我就把这个打进去如果您长这边我就跳这个。拐的话他好像有可能有扳了断这脚步。哦扳了先断一下是吧。你假如这个就转。啊那就转。他都不要了。对是的。滚打一下。就把这个吃。嗯。黑的就把方向转到这来了。这走哪、啊？这个地方走哪、这个？对，是。这好像不太对，不太跳的。我这儿吗？这儿吃掉了吗？这不是吃掉，就算吃掉，我搬一个你也很难受。嗯、你能这样吃吗？这被我滚打一下，应该滚打应该黑棋好。我觉得不太好。就这个图形应该黑棋好。那我打在上面好像也没吃掉，这要不是被跳出来了？哦，有可能被跳出来了。嗯最好是打在上面但是但问题是这个不成立这不成立的肯定不行。这个棋应该黑的还是不错如果像这样的话。它有个扳的断。嗯是的。可能断还挺这个下法跟这个下法嗯白棋可能都觉得没把握吧。哦所以不符合朴廷桓的棋风。但是反过来说假如他不采用这个断打的下法的话这分头就假如说 这个选点就不一定好。哦。嗯。他如果不打算断打出来的话就不一定是分头。我觉得还是比如说打了力看得清楚一点。是的。他实战是都没有下就走这个。黑棋蓝逼以后。拆一个。黑棋白棋走在右边了是吧对在这拆了一个。
是拆了这个位置。是的，嗯。他这个下的也挺有意思，我看，嗯，我不太明白他的意图，说真的，嗯，对，先分了一下，然后再回拆，是的，嗯，看起来下的还是挺有特点的，黑棋长了一个，嗯，这个很稳健，那你既然不断打出来，很有价值的，对，你既然不断打出来，那我就，嗯，走了，然后白棋再靠这个，嗯。这首棋假如在 AI 出现之前下出来的话，就是真的要把它称之为十进天下也是不为过的。现在就习以为常了。那早年都是这个都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直接靠上去了。啊，就是说这些可能都不走的，他直接靠也是有这样的想法。是。然后白棋搬了一个。嗯。棋白棋连班嗯，有点意外，这个棋是吧？嗯，你指的有点意外是指他就是他在实战这个下法，包括后面几步棋啊，打吃，打这个，这棋是不能立了是吧？立他有接回去吗？单接接上，接和挡的两种下法。嗯，挡的话，它应该只有拐出来。现在，嗯，这个会有个断，也有点讨厌。不过接黑起来是不是比较简明？对，它这样它就贴在上面。嗯，我觉得黑棋不错呀，黑棋不错是吧？看起来黑棋也对啊，这人家这不有一个吗？那你往那儿走棋，对，不觉得白棋有什么好的？以前我记得就是如果说这儿都没有的情况，中间都没有的情况下是有这么黑棋是单贴的吧，这棋是啊，对，是，然后这是一个下法，他是这样下的，嗯，我记得是这样，然后拐打他长一个，他粘在上面，他挡一下，嗯，然后本来是拐在上面，后来这个发展成就走在这儿了都，嗯，是，啊，这个是有这个局部这个变化有，对对，然后黑棋什么贴了猴出来之类的，嗯，但是这个现在情况不一样，现在这里多了两个子，这个就变化就完全不同了。多两个子可能黑的有些新的变化，嗯，所以不是下在这里压了。嗯，它不贴了。是吧？是的。贴它是确实是要这样下。它如果说还是这样的话，那好像看起来白棋还不错。嗯。它长一个，它应该是会接在这里。对，是的，长一下。是。那我就算跳出来是不是可以了，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要走这儿，也有可能。有可能，不过这个压其实现在也是挺合适的一步棋是吧？这一代都看清了，以后是各种下法都有啊，出来拐头甚至于都有蛮厚的。没错没错，嗯。因为总觉得这儿有个二路子之后，这条边的价值就变小了。是的，所以黑棋实战的下法挺好的，实战黑棋打字在这儿，对，打字啊，这个白棋好像不能，就如果说刚才曹老师摆的单立，对，我觉得不太好，这个图不太好。对，如果黑棋接上的话，对。所以白棋是寻求转换，但这个好不好，他打在那儿的。这主要是他这手棋打不着，有点痛苦。打的话，我估计黑棋。打的话，黑的应该不接，对，应该会打在这儿，然后搬一个。这不能不要了，不能不要。这肯定不能不要。然后现在白棋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劫材。是的。这个太暴损了，不是，这事下不出手。这是一个狠狠的一个大出手。暴损，但是不是，并且你守完之后并没有解决，没解决问题，因为你现在守完上，他那还能断一个，断你一下，对，你根本没解决问题。对，走这种可能就不是劫了。没错，这个时候走这个时候，黑子就把这个踢了。嗯，嗯。所以这个打不着这一下的话，对白棋来说是一种痛苦。是的。那个没有。嗯。这眼见的想打他一下，他出来够不着。对。嗯，花痴。
小贩挺有意思的，下他是下在，对，他是打在底下的，他也是比较看重于时控。是的，是的。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如果不他当然是个骑士不会接的，接的话他应该也不是藏这个，而是我觉得他是想这样想，他是这样的，对对对，这样可能黑的确实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这看起来白棋这块棋实在是有点，这个跟这块棋连不上。只是作为白棋来说，它只是破了这个地方一点、一点失控而已。如果下成这个图的话，我觉得白棋这两块实在是有点堪忧前途。对，那么再解说一下，就是这个棋黑的，假如不打死在这里呢，它是有这个藏出去的棋的。如果说这样，它再把这个接住。对，那黑棋怎么下的飞一个？黑棋这个想搬一下，搬太强是吧？还是不肯给你打呗？好的，搬一下啊，搬一下，你走了我再走，那就再走什么？再走点别的，比如说飞一个之类的。对，那你要不走，那我就考虑再飞一下，或者在脚上有没有什么招？其实我要飞，我也能飞了。哦，其实这个黑的也蛮好的。嗯。是吧？搬这个，我先拐一下，是不是会好一点？单拐，跳飞，单拐那就，然后我再把这个挡住。那这棋黑的肯定是好的。我觉得黑棋不错。黑棋外围很厚，而且这个走到一手棋，这接下来还该黑棋下。对，黑棋下，对，这个很漂亮的下一手。是的，虽然说那里得了一个白棋得了点木，但是这个外围黑棋还是很不错。不过这个第一，首先刚才这个图可能也不太符合小范的棋风。另外一个也顾及到小范，也顾及到朴廷桓比较喜欢这个这样先拿了先拿实地是吧？然后再跟你慢慢泡。所以这手棋也是挺实惠的。也不是为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简明的一个下法。是的，这个棋黑的也是不坏的。这个白棋只有提，黑棋现在呢就藏在这。要注意一点的是，棋友们要注意一点的是，就是这个棋打死在这里，绝对要比打死在这里不要这样。这样的话就不太好，被他一手就搬下去了。你看起来你棋下很愉快，但是人没有，但是对你下的都不是地方，是觉得这样你就是你还要走一个就不太好。嗯，那么现在这棋呢，看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黑棋打死在这里，白棋只有提。现在黑的就可以退在这，这样你在这里搬的就是后手。对。是的，黑的可以不理你。他不是这样搬过让你尝了，还会爬过，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家走点别的，人家搬你可以飞啊或者跳啊，对对对对，这个都挺好。对对对，这样啊，那边已经很完整了，你不需要再担心什么了。是的。但是白棋这个地方没虎也挺意外的，确实。没虎，不但是没虎的意外，他下一步的选点更让人感到意外，就让人有点吃惊，就觉得，这棋一般的想法，当然第一是虎了，虎不过是不是太好，可以说，对，他跳出来或者飞更凶一点，对对对，这个都可以。是的。那么重用一点是不是可以下到这儿呢？那也行，那就是反正就两边联络呗，对，意思就是，一般对这局部来说。职业棋手的反应会在这种哦，对，就觉得比较符合常理，好像看起来是。那他的招法很奇怪，他下的这个，这个也许是好棋也未可知。他比这个更为紧凑呗。假如这手棋能体现出效率出来，那他就是一部很不错的一部棋。当然，这手棋究竟怎么样，我们还要以后续的变化来以观后效。白黑棋贴起来，这肯定是两块棋啊！我先得把你分断，毫无疑问。对对对，这是肯定。把你分断了，然后咱们再讨论接下去的。其实我才感觉白的还是有点过分。这没连上，这是。这人家这个招法都很简单，下的他拐过。拐过，对。然后搬一下。对。搬过。作为白棋来说，比如说走掉活棋太痛苦了。对啊，对这个被压一下还要。是的。这如果说这样，怎么看都觉得怎么都是那个。如果是这样，这个能不能团着？我得打个疑问，我感觉不一定团得着，好像。
是，他可能走不着，被上面人家压一下，这儿再压两下，这好像白起这境况有点堪忧，看着对这个土不太好。是的，那到现在为止这几步棋、其实也是很简单的，可以想象的会出现的这个棋形、但是好像明显摆的不太好。对啊，我觉得这个图不是很容易想到吗？他飞一个，那人家肯定要冲了搬出来嘛，然后再拐回去，那还能下什么呀？我不可能爬回去让你连上。是啊，这个觉得朴廷桓下的有点挺奇怪、有点奇怪，确实、是，可能这手棋还是有点过分。白棋呢，下成这样之后，他飞了一个，那边虽然稍微有点奇怪、但是这边这个头得出来，要不然被压两下都快封进去了。对，那肯定得飞啊。得出来啊，不能让它照进去。是照进去。黑的其实下挺狠，黑的去接上也是行了。是的，我觉得接上也挺好。接上呢，就是，白棋可能会下这个啊，主要他不硬顶一下，对，会下这个，然后再下、这个不肯给你压过，对，我觉得压一下他都快、对，那是不行了，顶完已经有点顶不住了。现在这棋呢，他就他如果这么吃呢，他觉得不是太舒服，白棋可能下在这一带之内，对，是有这可能性。那不如这个舒展啊，对。如果这样跳，你再走这个，我就把你断打了。这样，这个子放在这比放在这好。是。所以小范实战呢，他对付白棋的这个飞呢，他用了一个冲，看起来招有点，然后再跳，对，这个也挺狠，这个就逼迫着白棋这个断点是要补的。对，是的。实战他还补了一个。但是这个如果说这压过去怎么办呢？这是会不会很严厉啊？很严厉，是很严厉。小范也是看着这个压，他实战也是压了。这白棋还能吃？对，我都觉得这一被压到一下，这块棋简直是，我看着前途好危险呐、简直是，这棋就是按棋的流程来说，黑的是很想继续搬在这儿。是的。按理说是这样，先搬，想搬它，搬一下，这白棋怎么办呢？我在想这个问题。对，白的直接搬出来啊。搬出来，然后黑棋就长嘛，这绝不这个就行了，他很难受。是的。对。那已经下得很难受。但是呢，这个地方可能小范根本就觉得这个打吃不重要，他觉得这个地方，比如说白棋这样出头了，他这个地方加厚了不一定便宜。不，其实这个很实惠，这地方已经增加了石木空。对。下面你说还可以，比如说这样下，挺苦的。他几乎也不太能接了，接了这个继续攻太苦了，这个白棋。还是很想搬在这个位置上。是的。实战小范是打吃了一下。他先顶打一下。平打他实际上就是不想往这搬。对。那白棋得跑啊，这不能再要了吧，再要的有点危险了，我就看着这块棋。对。打吃接上。小尖这个。长了一个。长。这个当然也可能有脱线的下法，但是没什么把握，不知道下的是哪个位置。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走了一个，因为走完之后白棋这里也连不上，这块棋肯定要被黑棋分断了。他下在哪了？这下的这好远啊，看起来。这手棋落在棋盘上，它的视觉效果就是它这边也好像隐隐约约把黑棋的这一带出路给或者说出头封在里面。对，这边呢似乎也像有点照应，是，两边都要连上的感觉，但是两边都有缺陷。我本来不觉得这个朴廷桓棋下的有这么飘，好像感觉对黑棋先飞过来，这怎么感觉这么飘逸呢？都
黑棋这个飞还是很舒服的、嗯、这一带断点都不怕，因为这里三个对对对，这是通的，在黑棋的嘴里、哦哦、白棋还是要继续强行的这出头。嗯，这看起来这个地方他不怕黑棋从这一带这么断开它是吗？我都挺担心的，走这儿的话他不是完全不怕，靠一个，我觉得不是完全不怕，我就会好担心这件事情。靠一个我搬呢、不知道哦，还是粘一个，他粘在这边了怎么办呢？有点怕，断一个的话这能跑得掉吗？不过他很怀疑，他有可能啊，接一个再搬一个、嗯、你再搬他就长。哦，是这样是吧？对，就顺势而为。对，嗯，这样好一点，好像这跑起来还容易点。对，这要断一个太危险了。也有些强的下法了，有点危险。横顶啊，是的，是的，是的。嗯，这手棋也是，就这手棋落在棋盘上，让我也是觉得有点意外。是，但是这么飘呢，就觉得，哎、嗯，吓得。对。白棋飞，黑棋搬一个。搬虎断了吗？搬虎这棋士、啊、看来还是对这块棋有点想法。哎呦，他是不是虎是很有好处的，下一步这个冲过来，他如果说打吃那就冲过来了，他有点抵挡不住。嗯，他退他就再冲，连续冲啊，你什么时候挡住我就什么时候断。我好像什么时候都挡不住，什么时候都挡不住，那就被冲烂了。这个再挡不住的话不，你挡我就断你了。对啊，就没什么好商量的，反正你敢打我就敢断。对，是的。嗯，这个好像有点挡不住白棋。对，嗯，白黑棋其实这块棋现在挺厚了，已经。嗯，他就是打算冲断它是吧？搬了虎，有了这个子的接应。冲断，我看到了一个变化、嗯，不知道是怎么样。打吃。对。这样吗？对，再冲，这个是先打掉，试一下、嗯、接上，然后先铺，这个先铺，这个注意不能提，提的话它接在这就不行了。对，但这地方呢，它有个铺，踢掉，再提，然后再提。从局部来说，黑的要解决局部要解决问题，它只有接，但是这个提，是不是所有的劫黑的都不理了，一个都找不着？因为你冲这个都不是劫，我就提掉，应该是黑棋好，这个是吧？那只有冲这个，我也看不到。要不你就这么冲，冲，要不就这么冲。这么冲，你没走到实质性的东西、啊。那还不如这么冲。对，还不如就把两个提掉的。啊，你不这还该着呢。是，我知道。去不行了，这棋应该黑棋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黑棋很实惠啊。黑棋如果再拐一个，拐一个吃干净了。黑棋好。吃干净了，黑棋空太多了。对啊，这吃的，所以说太愉快了。所以说白棋是挡不住，嗯，对吧？啊，这个图好像看起来，那小范这个棋还下的挺好的，嗯，这个虎着一下，瞄着这个冲，很厉害，嗯，白棋实战是用了这个要反击啊，嗯，先靠断它一下。哎，从这个来说的话、嗯、黑棋有没有可能先冲一下，先冲了然后再虎，再虎不着急，但他这个靠都没有，不过也可能想法上太狠了。嗯，就先有道理，先冲再虎是吧？嗯，不过不，这个也不一定好了，因为就是说人家有可能这样的话防守，嗯，你这两个冲可能就变为不好的棋，嗯，算了，单虎实战调停环，因为眼见着这个是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冲的一个落点，它是跨出来了，是，那黑棋走到这个搬太舒服了，这一搬一个很愉快，对，太舒坦了、嗯、这个。这棋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跨一个的时候、嗯、如果说这个黑棋在这儿硬啊，这很难硬出先。对对，还是不硬。你这冲完了怎么断一个还不知道怎么硬。还是不硬。还很麻烦这件事情。对对对，所以还不如直接不硬了。对。哦，
但是这个时候他是顶上，对，这么狠啊、哦、嗯，他冲了，嗯，这个冲过来正面迎战，这个他先交换掉了啊，嗯，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直接就冲了提，对，这景一气总是便宜的，对对对，虽然亏了一目棋，那景了气以后无论怎么说，我这一叫吃你这两个字一般也不好，不太是的，是的，不太好接了、嗯、这棋呢黑棋就拐打，嗯，拐打，嗯，黑棋好像步调还可以，嗯，然后白棋冲吃这个，这刚才还说下得很飘、嗯、现在就全部绷紧状，对，是黑棋粘上，然后白棋断啊，这、啊、这好像这立马就要见胜负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这断能成立吗？断这样成立吗？这样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跑出来的，这个就不要了吗？太大了吧，吃了还是再一贴他怎么办？你如果把这个藏出来、嗯、我就把这跳掉，就这个黑棋好吧，那黑棋吃的太实惠，对啊，多实惠啊，吃的是的，黑棋嗯，这个黑棋好，这吃掉这个四个子也没有对想象中那么大呀，是嗯，白棋实战是他没打算这么下，他是这么下的，嗯，长然后跳一个，这是什么情况？我怎么觉得现在这棋好像看起来白棋有点糟糕啊嗯，这个地方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个断了，现在对啊，可不吗？你要吃住这个子是跳，嗯，把我这子吃住，但是你这地方防不住，这等于说我上面这个是有后路的，对，是我跑出来怎么办？那肯定不行，所以有个断、嗯、这白棋，白棋坏了吧，这看着、嗯、不太行，不太行、嗯、是，我没看到白棋走到什么东西，就在整个这个半盘棋，对，都没看出来他有什么收获，没有收获，没有收获可言。然后这个黑棋呢，这个头跳到这里之后，对你这边影响是，对你这边阵势都有影响，你将来这个围控都很困难，这看起来。长一个，双柱。嗯。然后这白棋下什么？白棋拐打，拐打这个啊！哇，这个范廷钰下的很狠啊！他单断一个，在这里这个断能够成立，对，断一个是可以成立。假如说打这个，曹老师打这个，他直接就出来了。哦，那我拐打出来了，那。就跑了呗，那我这啊怎么办？我就在底下做活呗。你这个做活，我这个打刺刺先生，你这个太危险了。这外面好像也不太对了，一点已经没法收拾了。嗯，完了，是吧？我怎么觉得好像今天棋下的很轻松嘛？感觉是。哇，这棋，很意外啊！那断的时候白棋怎么防守呢？打这个？不打这，他可以跑。还能跑是吧？他是这样的，他是跑、啊，他是跑的，他居然跑掉了。他不跑没用，不跑这个出不来，这不行。他是跑掉了，他跑了，对，就觉得很神奇，这居然跑掉了。对，这个跑掉了，然后从一路度过了，发现提掉我这个，然后你全死了，全死了，这个全死了，这个怎么行呢？嗯，我怎么感觉今天好像要很快结束的意思？哎，那白的要崩掉嘛？哦，是啊，看着好像，反正目前为止看起来黑棋形势一片大好。嗯，我们摆的两个变化图，断的时候白棋打这个不行，打这个他断打出来，他从断打出来，这怎么办？那他两个都不行啊，现在是啊。那两个图都不成立，然后打那个也不行，打这个也不行，这刚才立了一拐就没有变化，你没有可退缩的地方。对，
那就不行了嘛，就啊，他现在跑出来，应该跑了。他是打这个，他打这个，然后断打，啊、对，断打。我怎么觉得这确实白棋看起来，断打这个不太妙，真的是不太妙。坚持一下，嗯。这个时候按理说他们两个人的用时应该都，如果说差不多的话应该都没有进入读秒，除非有一方是用的特别多，因为一点钟开始，现在只有2:34，差不多均衡的话、应该都没有读秒。还想着说早点跟上他们的进程、让大家看看实的啊，就是说看看这个他们比较精彩，结果看到就是已经成这样了。对，有点意外，确实今天因为今天朴廷桓作为韩国的，就是他是第二位韩国出场的棋手，之前呢是袁胜珍，就是第一盘袁胜珍赢的是枝野虎丸，就上个阶段第一盘，然后第二盘呢袁胜珍就输给了我们的李维清，对，李维清是我们中国队的先锋，对，是的，然后第三盘呢是李维清呢是负于了日本的许家元，那盘棋许家元还下得挺好的，然后许家元接下来就遭到了朴廷桓的上场，然后对这个有点意外，是的，朴廷桓在那么早的时候出场就有点意外，对对对，按理说像韩国他还有申敏俊，还有卞相一，除了朴廷桓以外还有一个申真旭，他们四员大将，是的，正常来说朴廷桓虽然不能作为最后一个出场，那倒数第二出场是比较正常，比较普通的想法，但是他早早就出场了，然后战胜了许家元，他好像早出场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为了防止，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棋手吧，就在比较早的时候取得连胜。哦，是这样子，因为之前范廷钰我记得就有一次是七连胜。有两次了。两次七连胜。所以范廷钰在农心杯上成绩可能说特别出色。对，是非常好的成绩。没错，是这样子。农心杯呢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的冠军呢是5亿韩币。然后就是说出场的棋手呢在三连胜之后他有一个1000万韩币的奖励，然后之后第四盘也是1000万，就第五盘也是1000万，就一直是1000万，没有在5连胜7连胜一样是吧，每胜一盘也就是1000万奖金是吧，我记得不是，好像是还就后面是后面还有又加了不之前就是不是，我想以前的规则是每盘棋都是一样的，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规则在我当年参加上国擂台赛的时候，都是这个规则，就是一样的，每盘棋都一样的。我参加的那上国围棋擂台赛的时候，当时最初的是叫 SBS 杯。SBS 那。是韩国的一家电视台。应该是民营的吧，他这可能就。比如说 SBS 它的级别不算是国家层面的一个电视台，它韩国国家层面电视台叫 KBS， 然后 那个 SBS 之后呢它是叫争路杯，对对对，我这争路杯我印象可深了，对，就觉得我也参加过，然后后来就叫农心型拉面杯了，这规则都一样，就是说你指的是就是对局费的规则是不是，不是对局费，我是比赛的规则，对局费是现在5亿韩币冠军奖金比当年是大幅度提高，那肯定，当年是2亿还是3亿了，当年可能是2亿最初的时候，就我记得早年的争路杯的时候，那会儿就是韩国有一个一个是当然李昌镐大家都不用说了，还有徐凤珠，还有对徐凤珠特别强，他好像就他输过吧，我的印象中好像都没输，怎么讲没输过，输他就赢完了，然后下届接着赢，就是不，他是9连胜，九连胜这个是确实是创了农心杯的最高的连胜记录，个人、他好像就连胜记录，因为李昌镐的连胜记录是这届赢完了他下届接着赢，他是这样的。对。然后早年呢，我们在三国擂台赛上可以说是这个成绩不佳哦。对。因为我们至今为止夺得过8届，中国是夺得过8届冠军，日本是1届，韩国是3届。是最。我们夺了8届都最近夺的，是最近十年，最近十年我们夺得了7届啊，就是我也就最近7-3啊，跟韩国是，所以我们最近的十年是我们比较占上风一点，是，
最近十年那是7-3是绝对上风，对对，已经是很上风了，就觉得哎，但是上一届我们是输给深圳区了，就这一届而且还得好好努力。对，就是在上一届之前我们领先的成分更大，7-2、啊、是的。不过如果再算十届可能也是7-3。是吧这盘棋的实战现在是黑棋是跑了这个。对对，他跑了。白棋就飞这个了，这个当然是不能容忍被黑棋再来一下。嗯，但这个有问题吗？我就在看这件事儿呢，曹老师。他现在是怎么下呢？怎么下才是对的呢？我就现在想的这怎么下对吗？这叫直接杀的吗？飞还是飞这个对不对？单飞。飞还是打掉？打掉了飞，这个是。飞应该也可以啊，他活吗？他飞一个的话，他就靠一个，是吧？这样靠这样，他还活吗？他不活呀，他肯定是不活的。他不活是跟外面杀气吗？我不知道。这怎么活呀？这根本就没有看到有活的可能性。这怎么才能活得出来呢？对呀。我不知道这地方范廷钰会不会下狠手直接就把他杀了，但是就看外面，因为如果说直接在里面白棋要做活，刚才那个图肯定是白棋不好，所以白棋先把这个飞出来。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如果真要杀的话，弃子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考虑。哇，那弃子对外面是就是杀不赢，就外面杀不赢，那只有弃了。那就不客气了，不客气了，既然你那里就冷冷的应了一个跳，那黑棋也就不客气了，就二路飞一个。这明显白棋活不出来啊。活是活不出来。是啊。如果说单飞。他可以从外边过来。这样过来是吧，那就跳一个。跳吧。嗯。跳的话。不知道下一步是在什么地方。嗯，可以想办法怎么蒙住。好，应该是黑棋好，不过白的还是可以搞一搞这棋。对，这底下还气还是总是有一些的，你不能把人家吃了，你连气杀气的机会都不给人家留着。实战他是飞的，就准备吃。二路飞了一个，是。吃掉应该也总是黑棋好了。嗯，是的。嗯。这个范廷钰呢，之前。我们知道他夺得过英式杯的冠军，哎，对，就是2013年的时候，他是1996年出生，那个时候好年轻，还才16岁，十六岁不到17岁对，是的，他就是赢得朴廷桓拿的英式杯冠军。对，当年他和朴廷桓就是这个英式杯五番棋的时候，对，是的，觉得朴廷桓是不是还也没拿过冠军，世界冠军？啊，那个时候他没拿过，好像是。哦，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我印象中他是不是已经是韩国第一人了？韩国第一人是，当时是。是的，但所以大家虽然说很看好年轻的范廷钰，但是总觉得实力对比的话，他应该是比朴廷桓要稍弱一点。当年是这样，按理说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朴廷桓，2013年最后争，其实他是这个应试杯从2012年就开始下了，对，就是最后的冠军的争夺战是在2013年下，是的，是的，头里下的。2013年，就当年的时候，朴廷桓应该也未满20啊，他是93年出生的啊，93是12年，93年十九岁，19岁，所以也是这么当年的时候，没错，应该是，就以近代。近年来说的话，这个20来岁的话，真是最顶峰的时候。是的，是的。所以2019年的时候是朴廷桓的鼎盛期。没错，没错。但是朴廷桓我觉得也挺不容易。你像他今年28岁，等于说28岁的话，我们感觉好像已经
稍稍有点年龄好像偏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当打之年都九五后，连像就是九四年的都觉得稍微有点大了，好像连像连校这样的，有的时候会出勺哈。但是朴廷桓还是保持着非常强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之前刚刚赢深圳区，赢得也挺漂亮。他这个朴廷桓这个状态，尤其就是让我们敬佩的是，他是那七番棋跟深圳区七番棋，他0-7输掉。是的，这是还能重新站起来，这个是相当的了不起。是的，没错，我也觉得是，因为当时就是他七番棋0-7输了以后，我们国内的棋迷都对他一片就，哎呀，这棋怎么能下七盘那么多？那你说四盘不就得了吗？你非得让他下完七盘，你还下个0-7，你还让他以后这棋还用不用下了？这下的实在是心情太饿了，实在是。不过他马上就对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这个是非常厉害。我记得就是当时七番棋下完之后，紧接着他就。其实我们这围甲真的是给韩国棋手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他是在我们中国围甲联赛中得到了调整。但我们请外援的原来的这个初衷是觉得应该跟韩国棋手多做一些交流哈，比如说也向人家取长补短嘛，应该说这个心态，开放的心态是应该有，我觉得应该挺好，但是客观上，比如说现在。经常也在那统计，对，统计就中韩就是职业棋手的对局量，韩国棋手是明显比我们中国棋手多。当然，其实我觉得多的很多的盘数是我们的围甲我们的联赛一年他就多十几盘棋，那倒是。韩国的联赛完全不像我们开放的。对，是，那倒是，是吧？确实，那是说应该跟他们协商一下这件事情。这个不是协商，开玩笑，这个对呀、啊，有点。这棋我看白棋是不是还在思考？不是，白棋已经下了，已经下了吗？靠了一个。哦，白棋靠了一个。这棋打吃这个，还是打吃回来了？低调。冲。那按理说是应该是这样的，冲应该冲了断，应该是会这样。这个他还没下，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谱显示是到这儿，就是白棋刚刚提掉。那如果这样的话，他是打算干什么呢？接下来冲，如果说是这样，刚才这个图我们摆的，打吃，那肯定是死了呗。肯定死了，就想点什么办法能。没什么，死是死的，就是外面看看能瘦成什么样。哦。不，白的还是有几口气，就是说可以，苟延残喘一下。它贴在这儿是什么呀？这没有、啊，苟在这儿有用吗？没有。我其实都可以吃躲在这儿吧。那没什么用，这是对吧？一点用没有，现在我也想不出有用的招来。没什么用，走这个是绝不死的。肯定没用，这都没什么用。死了，绝对没用。死是肯定死了，就是看外边，飞的话，黑棋也是有点变化的，不是绝对跳，也可能靠。那我们先说它普通的跳，这个白的下一步也很关键。如果稍微定型松缓一些的话，马上就白棋就该认输了。这盘棋。到现在为止，这个朴廷桓的发挥还是有问题。哦，我是觉得好像今天朴廷桓是不是有点感冒了，或者身体不适？有点紧张，有可能有点紧张。不是，这他不现在按说是不至于，经过了那么多大赛的历练，没错。当时应试杯的时候，就是他最后是1-3输给了范冰冰，没错，是的。但第四局的前夜。压力太大了吗？对，压力大到他睡不着觉，一直在网上下棋，下到凌晨。这确实对于像朴廷桓这样的棋手，不过他也挺过来了，反正现在挺过来了。现在的朴廷桓，我觉得已经很强大了。确实像这种事儿，经历多了，对。虽然说棋手的状态会有起伏，但是像朴廷桓这样的棋手，确实他会比较稳定。他的技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的稳定性会越来越高。他是下成这样了，我们看一下啊。
他打吃提掉提掉，然后黑棋冲一个，他确实是这样下，嗯，是的，黑棋冲团住白棋爬，嗯，爬一下吃掉，嗯，然后实战他是飞了一下，飞一个他跳，嗯，靠长，嗯，他是这样的，嗯，哦，现在这步棋还没下，他也还有可能往那儿长的，也有可能断，有可能往那儿长，断可能性不大，不是很大，是吧？对，断断他是打出去了。最熟的就再打一下，再打，再打打这个是吧？这个白棋不行，对，就是这个图不太好。对，嗯，黑棋最理想的图就是把这儿做出两个眼来，那就不存在受气的问题了。嗯，可能对，可能就是嗯，受一下气，这块空把白棋就是这边的空限制到一定的范围内，嗯，黑的应该也是。形势应该也是大优的。嗯，是的，这吃了还是有点大，确实。这木，然后这边，对，将来这点一个，它是走什么的？好像是有打劫还是什么？点一个，它是走哪儿的？它只有单粘粘上吗？这样，那这飞机有个搬这个，它这是有个劫，它不能这个被打回去，这只能靠爬了。爬的话就另外一桩事情，你这个地方总是局部总得算它有一个这个生死的问题。如果黑的这个还先手的话，对这个边控清消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没错，就像这种局部，就这个点是特别容易成立的一个手段，我觉得基本上是，经常能成立啊。他顶了一个，这有点意外。顶一个，挺着他气吧。嗯。嗯，这个我觉得也是最强的一手气了，嗯，别的话都是比较松缓。对，顶一个应该是最强的下法。嗯，那黑棋总不能被他断开。这个虎一个黑棋是要走啊，走黑的，这个走了，走哪个？这个，嗯，这地方就是怎么把棋形下的好一点，把气长得长出来。这底下它有几气啊？一二三四五六，最起码有六气。对，至少六。至少六气，我就这么打完了，就这么数一二三四五六，就已经六口气了。何况它还可以跳或者之类的。对。嗯，不过也不怎么长，太长的时候气。嗯。也不容易太长出去，嗯，最多有个赖劫啊什么的，嗯，弄一弄，但是哈，赖劫的话你就没有六口气了，哦，但他也不能随便乱长期，长期有可能损木，哈哈，对，是，白棋长这个六口气他是有的，对，白棋长这个，嗯，行。黑棋这里跳有没有？跳这个，靠是肯定没问题的。嗯，靠，长几气就行。对对，关键是要长出几口气来，这地方得算清楚。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个气也好紧，看起来这块其实是气不觉得很紧吗？这个好像刺断，我觉得不太成立。即使刺完了，假如说这样冲一个，我觉得这黑棋是有点冲下去。这一走的话气很长哎。对呀，啊。啊就很长，这还可以冲了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气，十多气了都。气是没问题。啊，那还用数气吗？问题就是受气。对。受气的话可能对业余选手甚至于对职业选手来说也是头有些大的一些问题。嗯，受气就是说你自身外边不能撞太多，然后呢通过紧气的话就比如说本局的情况，白的在外围会有些收获。嗯，但本身收气你当然如果说是没什么变化，反正你数数就是这么几口气，他也查不出来。对，那还比较容易，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太不明了了，就完全不明了，到底是应该
作为白棋那一方肯定是困难一些，那白棋要怎么挡住他，这也是个问题。然后黑棋是要冲出去呢，还是直接就团一个长气，这也是个问题。对，是个问题。确实。现在黑棋靠一个。这手棋很强大呀，下的。冲的话，黑棋就断。断，对吧？是这意思吧？那我打吗？这不能长吗？打不行，打肯定不行。打一个，这打完了肯定不能打。打一个贴回去了，打连回去了，人家打一个贴回去，那只能长这个，长这个被一冲，这能行吗？这样就不行了，是吧？我觉得好像不太行。一冲不是一冲一冲啊，怎么办呢？就是这样的话，就把两个切了。那就这个呗，那就这个吧。这样，这个图我吃掉两个，我觉得黑棋可以满意了吧？啊，吃这两个就行了。我觉得这是棋精啊，这样打吃，然后这还不算太棋精、啊。打吃，你还可以接一个，接这个。那接这个我接上，那我怎么接、这个？先抽筒接这个，我只能提哦，我提掉，您再接这个，那不行，那这个那白棋太碎了。你说接哪个？这不行，这样不行。这不行、这个、啊！这不这不行，那不是我给 你我给你吃这两个呀，那您就这样，你也没活呀，那您就这样，你也没活呀，哦，也没活是吧？哦，我吃这个有点晕，你看这，我这个大概不会这么想，这个好像黑棋气也不长啊，这样想，黑棋可以，是它可以，还是能够把白棋吃了。那我刚才您搬一个的时候，我冲一个吧，还是那我不能这样转换你。冲我滚他我滚他我不活滚了不活我突然发现您是不活只能粘这个那这样那我本来单粘的话你是挖我一个对我再吃那我这样不如这样好多这样你好一点对、这样好一点如果这样这肯定也是黑棋好了就是搬一下冲这个接上然后你再粘一个对做活这边能不能靠一下靠没问题啊靠完了把这个挡住然后苟一下做活、那活了那、这个如果活了那就皆大欢那这个黑棋太开心了我觉得对这棋好像不行了小范下得很好对白棋不太行实战小范靠在这儿，对，他是靠了一个。那个，我们现在和实战是同步的。没错，他们现在就下到这里。然后对。这白棋还处于长考之中。对他，因为白棋还有点保留的时间。双方现在接战了接近两个小时了，就是。按理说是应该有一方差不多进入。差不多多秒了，否则不会这么均衡。对我这儿可显示的时间是不太对的，应该是。对对对。显示时间不太对，因为显示双方还有，半个小时，这肯定不对，双方因为半小时那是。每方是一个小时的嘛，这棋，按理说是马上就要进入读秒了。对。这个棋不好办，白棋。对，白棋，好像不太对，看起来，整个的结构。对，那么就这次这个农心杯呢，就除了之前日本队是先折了两名人员，一个许家元，一个是志野虎丸。后面呢就是日本队还剩下伊利寮，还有于家齐，于正齐，还有一个井山裕太，他们就剩下这三个人。那么中国呢，之前是。就是李维清呢已经输给许家元了。那么我们中国呢除了范廷钰以外还有三名大将，就是李清成、米玉挺和柯洁。是。那么韩国呢除了之前就输了袁胜珍已经输掉了，还有呢就是朴廷桓现在正在下。另外三员大将呢就是卞相一、申敏俊和申振虚。是。他们好像特别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选出来的，因为他们就选出来五个人，就是等级分前五，一二三四五。他们确实是选出来的。等级分前五，太明确了，因为我选吧。只有一张外卡。那可能袁胜珍是得了一张外卡。是这样子。对。那我们是有两个是选的，有两个是有外卡是吧？
应该是这样子的，对，好像像柯洁应该是可以有外卡 的，我估计。我们怡婷好像也是外卡吧？哦，今年拿了世界冠军，她可以免选。对，是这样子。是的。米婷今年是3-2赢了谢柯，刚刚，拿的是孟百合，对，我想起来。嗯。所以这些黑棋想做活。嗯。想做活，如果说做出两只眼来，我觉得黑棋这形式真的是很不错呀，曹老师。那不是不是很不错，就是。几乎就是胜势。这棋呢是这样，就是说下到这个，我把最后两步棋给它，不是最后两步棋，就是说现在先下的这两步棋先给大家摆上，靠断了黑棋，然后白棋长那个，他走别的也不行，只有长那个。是的。刚才说的，您刚才说的是往这冲是吧？对，冲，您要不单接一个是吧？单接一个，我就这个。只能弯一个，那这样的这个图好像白棋好一些。不是弯，你不是吃这个吗？对。但是我如果现在吃的话，我吃这个还是没活呀。没活，我也吃掉两个也好。先吃掉两个。这样啊。这样好像也不太好，这样给它接在这儿。对，这样不太好，这样都不算太好。那就还有一个。那就不冲呗，还有一个单长就完了呗，单长也是可以的。单长这个，单长白棋要做活是在这里，是的。我这地方还有个靠嘛，嗯，就是还可以靠，这，是掉下来一个了吗？对，是这儿有个子。把黑棋，因为这个是先手，可以靠在这儿。对，这样它就活了。挺好的，你冲这个现在可能都有问题。冲这个我粘上，得粘上啊。粘好像把它粘死了，这已经。他是怎么跑到这几两个这三个字？你去够吗？我那就这个跳一个，还可以，还跳一个，跳一个是这样，顶一个。我其实我就连上就行了，这黑棋赢的不到哪去了。我就是这是，而且我还是先手连，这还得是后手连回去。而这个黑棋可以先打掉。这个应该是白棋可以，黑棋可以处理好的，我觉得。当然，可以处理好的。并且就是比较容易能够处理好。对，是的，就去藏着就行了，不要去冲这个，冲这个，街上还有点不简明。没错，这棋呢下到这儿，就是现在目前是下成这样了。目前我把最后就是现在进行的给大家摆上，下成这样。目前显示的胜率是。这步棋胜率目前还没显示，但是我看之前显示的胜率是好像98%了，反正已经是就白棋已经没法看了，可以说是，按理说是黑棋是很好下的局面，对，只要能安全运转就行了，黑棋就顶一个也就行了，对，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吧，然后一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欣赏后面的拼搏。好的，好，一会儿见。好。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第23届农心新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第五轮，也是第二阶段的第一轮。由范廷钰执黑对阵韩国的朴廷桓。这棋呢刚才跟曹老师曹老师还特地看了一下胜率是吧，对。好像这个黑棋实在是形势非常的好，应该说。是的。因为白棋现在非常难办。现在呢白棋刚刚在这儿做活了。做活。做活呢黑棋打了一下。是先手。接上。对。然后顶了这个。这好像跟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图有点相似，曹老师。对。他是这样的，白棋呢跳一个，这好像也没别的招，你要搬的话那就更容易了，人家就挡住，把这个做活就行了，打我就接上，我也不用惹事了。不是，一段就把你吃了。哦，原来如此。一段就吃了，冲他就在跳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唬住，怎么我还想着做活的事儿，原来就把做活也没问题，就是把它吃了就行了。做活也是没问题的，根本就不用操心这个做活的事儿了。对，然后黑棋挖一个，这个白棋好像吃，
结上，马上就要论论输手。这个时候白棋先拐冲一下，拐冲不着吧？冲这个的话，黑棋、冲这个能够冲着。冲这个他接这个，接这个，接这个啊，也无所谓了。冲一个亏的好像。啊，冲一个亏。你不是，你只有靠搬才能连回去啊。是的。他可以打直下把这个接上，你这个不应该冲。这个差一点是吧？这样哦，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白棋也没什么用啊，他只能靠这个虎，没辙。然后黑棋就粘上。黑棋先打试一下吧。他是后打的，我这个谱显示是他后打。啊，那是有可能。他就让你冲一下。也可能后打。让你冲打，他断，然后再打成这个，他接住。接上。哦，这棋是接上的，曹老师是吧？就接上比这个单提这个目要好一点。是。哦，是这意思。所以他也没有先打吃，要不然的话这个次序应该是先打吃再接嘛，就感觉好像更加接近常人的思路。不过他全活了的话，以后就这个局部啊，他一点点味道都没有嘛，再走这个。苟一个，刚才。我是搬了爬也有可能，搬了爬不行，只能走这个，是吧？走这个的话。他被他虎，这个是先手吗？或者我是走这个就行。他如果说白棋这个是先手，一旦成先手了，他这一虎，那比如说不管怎么说，就反正就走一个，然后这一弯好像要出问题了。是，这黑棋只能靠，然后他一冲，那么你这渡不过，你只能往这里打吃，这一扑成打劫了。局部是没棋，他走着他可以走这个。走在这儿是吧？走什么我就走这什么就行。哦，那再走这个黑棋爬一个就行了。对，爬。反正你这个挤不着就行，就是把这破眼破了就行。你这顶顶不出去。这个担心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是没有。黑棋现在太好下了吧？黑棋现在是走这个。哦，现在还该黑棋下，都有点不会了，就觉得白棋下了个后手死那种感觉。对。这个好像聂老师有著名的这个话语，就经常是，就你觉得你说的特别搞笑的时候，就觉得说你是这是后手死。对。这不后手死吗？意思你先手死都不行，你怎么搞一后手死出来？是。还要搬一下。搬一下他是想什么讲，当然一般是不会搬他了，搬他是不是有这个哭一个，他还瞄着这个，是的是的，哎，行吧，那就因为这棋他有可能以后会跳下来，是啊，我就想的是现在如果跳下来的话来白棋是就搬这个吗？对啊，搬这个我有个跳对那边青楼那边也很有好处啊。对呀、啊，不过他搬一个就搬一个呗。好吧，是吧？这也没什么。搬一个，然后黑棋挡住，黑棋挡了啊，是挡了是吧？他是挡的，挡了他就这么下的，但黑棋接下来就脱先了，对，然后脱这个，那这边以后就默认他这个有个搬，是吧？有个班嘛就给你了呗，就打吃，然后就打两下就把二吃了。对。黑棋这个吃了一块，这实地明显领先很多呀，就觉得是搬一个长。这是强攻。就是这一代其实也不是控，但是这个是本来是守控兼进攻，对手现在基本上只剩下一个目的，就是攻，并且现在这个棋以攻为目的，可能对白棋来说已经不能达到这个逆转胜负的这个目的，他得下点狠手，下狠手，可能下狠手，接近于想吃棋这样的，我看看这个范廷钰在这一代他这三个子会怎么处理，这个范廷钰是非常擅长治孤的一位选手，
这个没问题了，这个很放心。对他来说肯定很容易，我觉得。现在能下的简单的是拐一个没问题，还有一个就飞一个。一般是好像飞一个以前老喜欢下飞一个，不管他走一个，然后我就跳一个。飞一个也不会有问题的，对。是不是觉得这个下法太简单了？那就简单一点呗。简单一点，跳一个。你这个还得拐一个呢，是都是。那他走这儿吗？走这儿的话，哎，走这儿我就跳一个。跳一个。不，绝对没问题。这可能，如果真是，就好胜负的形式下的话，黑的可能都不一定是这么老实的跳一，是，还会有别的想法。是的，是的。啊，他果然实战是，他是飞了。哎，我看看是飞的，结果白棋的招。对，白棋是这个不能下那么本格的，不，这棋也不会有问题了。是的，黑棋活了就行。嗯。这个断的这个白棋可以先冲一下，然后再把那个大的贴死就行，是，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看起来黑棋推车也可以，就压出去了，就嗯，也总是能够，对。其实。稳健一点的话嘛，是先靠掉，就把这个先交换掉，然后就压，再压一个，特别简单能了的，再压一个，这个肯定火了，嗯，这个、肯定火，不会有问题的，嗯，小范下的可能更狠一点，我觉得啊，我是想着他这地方可能会比较，他是单拐一个，是的。我看他拐一个白的，没有别的因素，不可能挤了。现在只有退。嗯，他现在这样活了，当然也更好了，也不会有。他这活棋都是看着木的，我发现了，都是，就像他们这样的棋手呢，都是对木特别敏感，就什么地方有木，对，得牢牢抓住。补棋的时候想方设法的走木。哦，对啊，虽然说这棋黑棋形势一片大好，现在。白棋走这个啊、哦，这个也巨大，瞄着整块的对杀。我觉得就算个他的算，是我也走这个、啊，你也走这个吧，我也走这个，这也是多踏实。不是，他也走、他也是走、这个，我们肯定之前没有看到他走这个，没有想到在这个点上我们达成了共识，达成了共识，啊、这是、这个、是。很安心了，是这个补的就赶紧补的牢靠一点，要不然被他点下来是有点不牢靠。这个小范入子很快，我们话音未落他已经下了。嗯，是。这肯定已经判断清楚了嘛？这吃了得有多少木啊？吃了，这就是、这个大吗？现在在收官了，我不觉得很大。白天环。这个走完了是不是还看着这块棋没活呀？那么好啊，是这意思吗？那还早了吧？应该会下成这样。对，他现在打吃黑棋还没有提。现在实战是下到这样，那、黑的应该是会提的。我觉得好像白棋是不是粘上之后，如果拱在这儿的话，黑棋整块棋的，不过黑棋气够长了，这。不要杀气，这已经没眼了，这个没走着。哦，这个没走着。哦，对。那他破那个眼也不好破下去，破那个眼只能靠着狗在这儿。不，冲一下一口我们就能。啊、哦，那就是。啊、哦，是的。气杀气也不会有问题。杀气黑气气太长了，不是一般的长、这个。应该是会提的，这个实战黑的还没下。嗯。这目前很显示黑棋的胜率是 99.7%， 99.7%， 那朴廷桓就还有 0.3 的胜率，这个是 0.3 的胜率，这是理论上的，实际上是已经没有了、我看到朴廷桓刚才的表情了，好像不怎么样，就感觉自己也是那肯定心里肯定很清楚，就是自己下的好坏，其实就作为当时的棋手来说，这是特别明白的一件事。对，是的，
他这木吃了实在是有点大啊。这是12个字，12个字就是24木，25、26、27、28、29、30、40、41、42、43、44，45、46、47、59、60、61、62、63、64、65，我内幕我还没数，内幕没数，66、67、68、69、70总有的吧？这个有一幕吧？71、71，全部都没数。以后提掉，这还有一幕。对啊，74、75应该是有的。数12、13、14、15、16、17、18、19。是谁说？白的，随便随便点点是不到50木。36。这个七，我给白棋要数出50木来都很艰难，觉得。小范是拆了个二。嗯。就是看。下的好稳健。这个还不提一下。嗯。哦，提了提了提了拆了个。他是提了拆了个二吧，应该是。哦，他是提了一下，然后拆了个二。提了一下拆了个二。对，这是。然后这棋呢是这样，然后白棋下的是这个。哦，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没什么特别的意义。实在不行，他挡住了，我就挡一个吧。挡一个。啊、嗯，我补的大一点，把木都守住。这好像已经赢得很开心了，就是觉得实在是不可能有什么翻盘的可能性，对，没有了。这下一步如果这个挡住了，这恨不得黑棋还要飞到这儿啊！哎，他就是要飞到这儿，就是要飞的是吧？那这白棋五十目都很可怜，我觉得五十目都不一定到，不一定有。哦，这看起来好像他们两个人已经离棋了，那应该是已经下完了。下完了。嗯。哦。所以我们看刚才看我看到的我的谱上是这个爬是最后一手，是这样的。不是知道吗？爬这个爬已经没有了吗？他现在胜负，我这儿显示的是爬一个是最后一手，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两个人离席，两个人都离席，对，都离席，两个人都离席不太可能、是吧？是、啊、应该是下完了、就是白棋朴廷桓投子认负了。对对对，啊，这样、啊。那这样，这个韩国那边这个整个战术布置看起来不怎么成功啊。他们本来是希望他们不是不怎么成功，这是很失败，大失败，失败，这是大失败，典型的偷鸡不成蚀把米，是吧？按理说，希望朴廷桓上来肯定是希望他多赢几盘。哎，对对对，希望他能够先声夺人吧。就是他实际上的意，朴廷桓先出场的意思，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中日某一位棋手。产生连胜，嗯，就是这个目的。但是、但是这个快快的就已经败下阵来了。我觉得范廷钰好像在这个农心杯上，他还是挺适应的，就是发挥的还挺出色的。不过今天确实作为朴廷桓来说，稍微有点失常。今天这盘棋发挥是有点稍微有点失常，确实是因为这个局部，就我们刚开始看的这个局部，曹老师就这个地方，他是这样子的，他先是这样，这当时都没有啊，我们还可以看一看对局的前面的，哎呀，真是没想到今天这个棋、对，今天我们以为是一盘好胜负，至少是、我们想不到就会这么快，怎么也没想到还要把这个棋给收起来。我们本来以为可能会延时，我想今天要延时到几点的问题，然后发现今天他们两个人下得这么快，好意外，真的是。那这棋就是整个的给大家摆一下，就这个局部就给大家好好摆一下，这是怎么进行的。对，这个也没下这个，就黑棋白棋是先走了这个，然后黑棋从这边一逼，白棋走了这儿。一逼的话，这手棋实际上我觉得，那个朴廷桓有点避战，就这个是吧？就虽然这个变化比较复杂，打了，爬出来，这时候打这个，再爬这个，这个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场面，
对，如果说是刚才是要打这个吧，对，应该是要打的哦。刚才呢，就是白棋如果说压两下呢，也不知道该干嘛。接下来，如果说拐呢，就刚才曹老师说这个，但是它不一定是转换嘛。对，它这个棋还有别的一个下选项。搬完了或者搬完不打，搬完了断这个。对，刚才他说这个这事儿，假如说这样。那棋吗？还是接上？他也挺难受的。对呀、啊，如果说接上，那人家一虎这个拐下来就先手。是。不，这棋不管怎么说，你虎的话，我是爬下来就打这个，总是还能下吧？对，这棋也能下了，就是比较乱。是的。战斗的一种场面。嗯。那这棋如果说白棋打这个，那黑棋就直接要翻上去吗？这就很乱了，嗯，这个局面下就很乱了。如果说这样的话，对，他会翻的话，再下什么？他有可能就藏这个，藏一个，嗯。那这就很是混乱了。是，如果说白棋要消劫，那可以消到这儿，但是这个外面就轮到黑棋了。他现在白的不能消，不能乱消劫是吧？那就敲一个。对对对，还是这样。但是我提，我他可以提，再加上提，对呀、啊。你对这被他提好像也很大那种。吃三个子呢，现在被人家脚上，如果说提到这儿了，这就很难受。嗯。而且还得爬在这儿吃，要不然挡在这儿吃，被人提你还接不上，有可能，这挺讨厌，吃的不太舒服，这肯定不太舒服。对，这黑的这样战斗，黑的是可以的，但是白的是不是也应该这样下？我总觉得应该这样下，还是应该断出来是吧？您觉得？是的，实战它不是这么选的。实战它这地方没有断打，没有就是这个战机它没有抓住，或者说平定环它主动放弃了，是的，它自己拆了一个那。黑的走到这儿的话，心情还是不错。嗯，我觉得好像范廷钰是不是就等着他来呢？嗯，你有可能准备好了。对，这个是一个引发战斗的一步棋，或者就是决定了本局导向的一步棋。没错，这个时候白棋是，不过白棋被人家这个就长了之后，这个局面下一下子要怎么下，好像也如果不靠那个的话。不靠那个啊，挺难。不靠那个还真这个吗？真不知道怎么下，哎，说不定就是小飞一个。那既然是拆了，那我就接着该守就守呗。对，是的。也许是这样。哎呀，这个就来吧。捡起来。这黑棋应该不怎么，我觉得这个局面下，黑棋应该还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往下下。对对对，都作为黑棋来说，没有不满的道理。而整个结构看起来，黑棋还是挺不错的。是。嗯。因为总觉得就是上边这个长啊，嗯，是要大于或者说要优先于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大长了。黑棋又能够长到这个，又能够紧逼到黑的，没什么不满意。那么就是说，如果说白棋刚才是既然是分头了，那么曹老师觉得呢，你就应该打出来跟人家战。对，是的。他既然往那边站，好像。如果说你不打算这个，那你就直接打了，立下去就完了啊。是，人家拆一个呢，你该拆就拆，或者你接着往下下就完了，这也是一种下法。是。如果打算铺地板，就慢慢下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参考的一个下法。对。那你既然是这样的，又不跟人家战，又回去拆了一个，就觉得有点中途半端了，好像。黑棋长。长一个。白棋爬。长一个。然后白棋靠上去了。这个局面下呢，不靠也确实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站了。靠后来结果不算太好。是的是的，但是他这个。但这步棋肯定有问题下的啊、哦，到后来是吧？对对，是的。如果说正常下的话，还比较普通吧，这棋还是很漫长。是打吃。它主要白棋啊，这个地方不能打吃。其实有很多场合下，这个是能够吃到能打上去的、打上去就是白的棋还可以下的、就是打上去这个劫，黑的其实也当然也是相当重了。你没有合适的劫材的话，那黑白棋接上。那还是很大的，黑棋很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就是你如果打上去，
刚才也给大家介绍过，黑棋可以打吃，然后提掉，那么黑棋就找这个劫，对，这个劫恰到好处。这次你不能不赢这个，不赢，不赢这个太大了，脚全死了，就是，这一手其实就基本上吃掉了，你这已经逃不掉了。所以你硬的话提过来，你就没劫财了。对啊，这怎么办呢？没劫财。对。是的，这样子这个图，所以他不敢打，对，不敢打的话呢是不行了。这个打不着呢，这个当然小范这个也是为心情好了，打这个，实际上走这个也是行的，这个呢，不过呢，这个下法也许是朴廷桓所期待的，他想下成这样子，对，他对吧？就是能够走到脚呗，不过我看着黑的这么下，实在也是很舒服，这个一个流线型的再往这一飞，看着就是愉快。不过看着愉快跟实战这对局者这个心态是两回事。是的，这个小范可能觉得这个不好把控。这个子他觉得没死，对，就肯定没死劲啊，死了就不用下了，是，就不知道会有些什么样的手段。是的，一个是直接出动，一个是这一代调调，轻浮的这个浮飘一个，不过这下法黑的还是很愉快，就这样。因为小范呢，这个当然也是一位经验很丰富的一位棋手嘛，他是打在这，他觉得这个局面他打这他容易把控，他喜欢这样的下法，或者说这个局部黑的应该也已经便宜了，长一个，对。然后接下来白棋就不行，好像我觉得感觉上这个棋形差不多，然后等于可能白的这棋形是白的稍微好一点，他扑一下就亏的简直是，对，扑就等于扑一下，亏的简直不知道去哪了。这棋形是不是看的当然是也是一个棋形，起码你不是那么辣眼睛吧，不是说黑棋特别不好，不好的不得了了，就是我觉得这棋形呢是白棋稍微好一点，但是你这个地方扑一个那就不用看，那肯定是黑棋好。这手棋我也是相当意外的。这下着这个飞好像觉得有点意外。为什么不走在这儿？不会又滑标之类的吧？这个有点意外，不应该不像滑标，但是太意外了，啊，这一棋。这怎么是往这儿飞的，就觉得很神奇，按理说是不会往这儿下棋。从结果来看这步棋应该是败招。是的是的，就是这步棋引发的后面一系列的血案都是这步棋的问题。对，从结果来看这步棋，就是，全部都是他造成的，应该说。就是败招。就正常曹老师推荐这个飞也行，我觉得也挺好。然后按照 AI 的推荐呢，他是虎下去的。AI 是虎下去的。对， AI 是虎下去的。他是飞得下什么？那些飞得下这个。然后他再压一个啊，这后面就很遥远了，当然飞一个然后也是飞是吧，对对，也是飞的，但这个局面就很难掌控，我不太会下吧，真是看这个胜利是不是也黑棋好，是吧，好像是好，我看是42的样子，白棋42，那就很接近，还是很接近，就是起始胜率因为是六目半的棋是50-50的样子，差不多反正是，所以这个太过分了，这个是的，飞一个，这是那我就闭着眼睛先贴出来了，这也不用商量了这件事，对，不用商量，然后办这个这个白棋就此就苦战，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就感觉因为你走成这样你也没什么好退的了，反正都没退路了，都这样了已经，但是接上这一系列的血战的原因，当初的起因就是这步飞往这儿飞了，这个太苦了，这就觉得不是什么好棋，确实，现在他是勉强飞了一个，他飞了一下，对，这个棋有两个选择，这接应该黑的也能下了，也对，接一个也挺好的，这个是更强硬一点，是的，黑棋往这边压了一个，这个压在这就几乎呢
白起感到痛不欲生，对，有点窒息感。这压到这一下就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习性，这厚得快死了的感觉。啊，对对对。这样稍微好一点。不能要了。对，这肯定是不能要这边冲断。这样的话，他不能要，他只能顶一个。他顶完了贴起来。贴一个。嗯。不过这个棋战线长，我觉得不如实战黑棋的下法。黑棋这样也最多也就把这两个子吃了，也就是这样了。其实像这样，这手棋黑棋很难应付。对，因为你不管从哪边出来，好像都被白棋就是让你至少是弯了一下，本来你可以堂堂正正出去。对对对。嗯，不太舒服黑棋。对，是的。哇，这个实战黑棋这下法挺好的。嗯。白棋飞这个，黑棋压，这压这个的时候，白棋就难受了，极为难受，因为整块棋眼形显然是不足，然后出头很难受。对，这棋他打，压在这儿。对，是的。小范就觉得这个地方他现实的利益，他想放弃，还大局为重，他不想从这方向找子，可能以后他下棋的话，也可能要中央来。他可能压根儿就没想掰了长，其实掰了长呢，其实黑的也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是的，是的，这个扩很多。嗯，他实际上黑的是打吃在这里，没错。黑的，白的打一下，这个尖顶一下，长一个。他是走在这里是吧？对，他主要是也不知道下在什么地方。是的。感觉有点奇怪，如果说自己对，因为这三个子啊已经在黑棋嘴里，对对对，如果把这看作是后势，其实它又是后势，吃掉就是极厚的后势，如果连回来呢还有点薄，对，那么如果算它半后势的话呢，这个地方白的是想稍微轻处理一点，对，也不能走得特别重，像如果说走得太近了，比如说就这个，那将来人家从这一带过来了，有可能，对，他从上面过来，你这条线哦，那你走回去你也很也挺难受，是的，这个肯定重啊，是的是的，可能这时候其实他都嫌重，他就想下的稍微远一点，不要那么不过那么重，不过这手棋好不好这是另外一桩事情，这肯定，也是没想到的一步棋会下在这里，这感觉白棋挺无奈的下这个，可能当时他已经觉得局面有点困难了，那肯定是不太好，下在这里是黑棋是飞了一个是吧？对，是的，这个时候显示黑棋的胜率是80%多，就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虽然说挺好，就是说比想象中的还是要接近一些，白棋也不至于就没法下了，对，其实现在 AI 给出的胜率其实是80%多的话，实际上局面还是挺接近的啊。我们根本就控制不住，八十多根本控制不住，八十多经常一手棋就已经翻过，太容易了这件事儿。不知道白棋这个飞有没有降胜率？嗯，因为这个棋现在被黑棋这个搬了，这个黑棋下的非常好。对，是的。这个好像白棋就很难抵挡。对，如果说打这个，刚才曹老师摆的这个冲断了，这怎么办呢？也很麻烦啊。就是不太行，挡不住啊。有了这个，其实你冲他就一直往下冲，你说能一直退到底吗？刚才没放这个图啊，不能放的。不行。这个再冲你还退。这个被两个被吃掉了。这里好像还不太好办呢，这两个字你还不太好要，还一本我不，我一路冲下来冲到他，要不您就断一个的时候我就干脆不是他，或者是只有跳，这个棋只有跳，对，跳就算了，我就跳到他身上被他加进去了，到底下去做活去了，变成那个也很痛苦的，不是一点点，是啊，也是很痛苦，确实。
而且刚才这部棋他也没连好啊。这个的问题还没有。对啊，没说完呢这件事。这白棋还是不行，这地方冲应该跳太松了。所以实际上是白棋放弃了这个。他靠了一个，他这个没走。那黑棋。黑棋搬。特别清楚的就先搬你，这个不重要啊，你靠你就靠吧。对。然后白棋爬一个，这块棋要不然被一拐就进死了，对，哦，这样好像有个打劫，似乎有个打劫，点一个可以挡在这儿，但这个劫也挺，好几手劫，对，是的，他先爬一下，好的，那总是先爬一下呗，不要走的那么，然后白棋把这个hold住。这个hold住他好像是嗯，给他降了大概十几个点，就一下子就觉得不行，他应该接上，说他应该接上这棋，接上因为气好多了，然后跟眼也有关系，有关系，团一个，可能主要是眼的关系，跟眼有关系应该是，而且待会儿是不是有可能，假如说断着的话，跟这边也有关系。有一点点关系吧，对。接住这个图好多，他这个图如果说这个冲断掉，就是拐打，他是这样子。还继续压吧。对，压一个，他说他先断一下，果然是跟那个断有关系。对。断他怎么办？他是黑棋接的，黑棋是接的。而且接的话，那白棋应该能团到了。团是能团到，对。团到那他以后有一个连环劫这地方。哦。外边打劫的话，你就打不赢我了。哦，还有这个关系，就是、对对对，不是官子，就是。是的，然后是的，有这个关子也有啊。我说有这个关系。我还有一个，我可以，比如说我这里有纸的话。万一有是这边杀气的问题，是的。假如没纸的话呢，我有一个打，再打这个，那这个外边出现。如果有别的劫争的话，我就这个就打赢了。对，一万年也打不赢，这是个连环劫。对，你提我可以提过来，对吧？一会儿我又提过来。那如果这样的话，黑棋刚才是不是应该打在这儿好一点呢？那他不情愿呗？不愿意，这儿不要被打一下，再跳一下，是的，跳一下的话，他有可能这个劫先手，这个劫也先手，都是先手。就是说你接在这儿的时候呢，他这一带他先什么先什么都不走，对，他比如只有这种，以后搬这种都有先手意思。是的，那这就差多了，对，这断着一下差很多。当然，这步棋呢，当时是紧了这里的气，对，当时是把这蓝气紧上，也很容易下。是的，对。黑棋冲了一个，然后当时就把这个扑掉，然后把这个气全给紧住了，棋都接上，然后他在拐打，是的。哎呀，不知道这地方他是冲断滚一下，他便宜吧？我没觉得他便宜。如果说单长会不会好一点？冲掉滚一下，这个段后来就成立了。对，现在本来这个段是不成立的啊。那如果说黑棋还是这样的话，假如说他还是这样，再切一下，这个要不要长？那就长吧。长呗。这边他直接来应该不行吧？没有，不行。他最多是跳一个，然后再飞过去，这是战线比较长了。不知道他是往哪下，他不可能给他这跳成型，大概是这样。我有点担心曹老师他会不会这个，他那边的先手他先唬一下，这样对他先手有点多，好像不能直接乱动，大概没什么问题，没什么成算看起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朴庆华可能是有误算，他没看见这个段，因为这棋你看他这个走完转，你的这个段太严厉了。对啊，
这个白棋也不能跑啊，这个跑了被打两下，这一贴好像也不行。嗯，不能跑。嗯，跑的话，这个地方刚才摆了一个图，这一贴，这不行，这个要跳死。是的。对。所以说，这个白棋只能是这样包打一下，但包打一下的问题在于。他刚才先撞了一口气，所以这气是非常气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长其实手法也是挺熟的。嗯，按理说是不应该往那儿长的，是吧？这么双一个。对啊，这人家这个铁像铁一样的这个棋形。对。按理说让黑棋走成这个棋形不是什么好事儿。他白棋拐打。拐打。那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他是不是应该补底下呀？他怎么补、啊、也挺、哦。补底下那还那补吗要补这个啊也不是个棋也不是棋。这样被人跳你怎么行、啊、不是个棋都下的。这是他预选外的。他这个我推测有可能就是没看见这个段，这个段太严厉了。哦，对，那打到这儿，人家一段他不太会了，这顿时就不会了。你也不能说就把这两个气了吧，这气的也不像样。然后气完打完了，然后虎在这儿被人家立在底下，这全是丢盔弃甲。这人家吃的太愉快了，人家点完了上面再。这个子将来再点你一下，现在这两个子就基本上就死了，不好要。对啊，就没法要了。后面他是很勉强的了。他实在是这气也不是，现在就是很勉强的。就是气也不是，药也不是，这就很麻烦了、这件事情。这个棋是确实就不很难办。现在白的已经非常痛苦了。这怎么办呢？这实在不会了。你这两个是气还是不气？你药也不是不气。这个我们再摆一下这个图。嗯、这个图是不成立的，不能打下去。他这个黑棋能拐回去，打吃，再断打一下，就一路能打回去。对啊，嗯、你拐打的时候，他正好从这儿打回。很有可能是朴廷桓所疏忽，他没看见，他很有可能。嗯，今天他状态是、就是、真的是不太好，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飞，这都是他自己就犯下的错误，人家没给他任何压力，对对，不是说在。就是范廷钰的重压之下，你犯错了，或者读秒实在是来不及算，很复杂的局，这都不复杂呀，这个，不复杂，这不觉得很复杂呀？往往有的时候看错的，或者说是、就是说，漏算的地方都是不是复杂的地方，不太复杂是吧？对，越复杂的地方他越会小心去算，是的，不容易那个。因为这个长棋形啊，不是太常见。对，以为你挤在这儿吧，你肯定是打劫了。是的。然后发现人家一路长回去了，这。是的。这所以气也不是，不气也不是。嗯、你打在外面，打在外面，你就算想气，就算是想气，你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气的方法。你打两下，这还差着棋。所以这就麻烦。对，有问题了。这拼了，这得拼一下。拼了的话就是。得拼一下。对。那就是这个，就是你死我活了。但不过这棋已经，白棋应该说现在这样已经走上不归路了。对，这已经就，是吧？你已经没路可退了。黑棋压一个，是的。这情况也不能脱先，脱先这一点也不得了。对，但是跳一个，是的。然后他飞，嗯，这个就是不活了。太麻烦了，这是怎么办呢？对，其实他就打掉就完了。对，这其实也看得也很清楚。这个棋呢，这意思还要虽然白的也不行，但是你还要再算一下，这个打吃行不行？当然也是不行，也不行，肯定。现在甚至于你都不能靠他急打了。对，靠都要急打这个，他先手连回去了，以所以说。是的，也没关系，倒是飞一下、然后这个也是次序井然，然后再冲，再冲，这就发现没得抵挡，没法抵挡，没有抵挡的可能性。嗯，这样白棋这个棋绝不已经死了。嗯，
跟外面杀气是不可能的，但这白气最理想的状态呢是让黑气收气势。对，是的，你想杀赢他那没有可能性，因为只有六口气，你这外面这一排你都没挡住他呢，你怎么跟他杀气啊？现在实际上是这样的，他跳出来，这紧紧的紧住气，但是他好像别的也不太行。嗯，因为走这个的话，这个就被顶一下，他不愉快，他所以顶了这。嗯，这个呢，就让黑棋产生了一步好棋，就在这个反方向一靠。嗯，这个基本白棋没有抵抗了，没有抵抗，是已经没有抵抗，这已经怎么都挡不住了，这是怎么挡？对，这个这。这盘棋黑棋还真是下的，非常出色，我觉得很不错。对，就是我觉得以我本人来说，已经很久没看见小范，就是下出就是如此行云流水的连棋了，而且棋下的这么出色，就觉得这赢得很漂亮的，确实。尤其是和朴廷桓对阵，因为他最近的话跟朴廷桓。这成绩不太好哦，因为朴廷桓最近状态挺好的，这确实是。那我说的最近是，就是说是这一年，比如说不止一年了哦。他小范和朴廷桓总成绩应该现在小范是败月吧？哦，好像是小范是7胜11败。哦，是这样子，那应该7胜11败，并且是最近的是5连败中。哦，就今天这盘棋之前，小范对朴廷桓是5连败。那我只能说，这个农心杯确实很适合范廷钰。不，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在之前农心杯对朴廷桓的时候，对他是3连败，对了朴廷桓了。他那盘有一盘，我记得是他们复赛了，还一盘无胜负，复赛了，还有一盘无胜负，这意外事件，就是对对对，他的7连胜。诸都是终止在朴廷桓的手里，然后呢，对你刚才说的有一盘是无胜负，那也是农心杯无胜负，是对啊，就是说如果那盘棋小范赢了的话就终止了，就终结了，就终结了。后来很危险，柯洁是赢了朴廷桓，因为当天就晚上马上就接着复赛了，那感觉这心情不太一样。他好像那一次也不算是滑标，就是朴廷桓申诉的理由是鼠标没点上去，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反正当时因为还是中国方面比较大度一点，确实。对，因为自此以后呢，我们就规定好了，就说清楚了，如果滑标就自负。从那次开始以后，对，如果你点不上，你也是自己负。对，后来所有的比赛，咱们就因为现在都是在网上嘛，中韩的对抗嘛，什么东西都在网上。对，就咱们就说明白了，只要滑标或者什么，一切后果自负，就没有什么申诉，你不用申诉这件事。对对。是。所以也不存在后面不是申正旭不是有个一路的滑标，后来也没说什么的。是。嗯。所以。范廷钰的话，今天这盘棋之前是5连败。哦，那确实。农心杯也是对上了那个朴廷桓，也是他的7连胜，也是被朴廷桓给制住，两次应该都是被朴廷桓制住。嗯，所以他们两位棋手之间确实是很有恩怨，很有恩怨。并且呢，这两个人下的够多的呀。不过从2013年开始交手的，这都已经8年了，确实交手。他们在围甲中也会对20多盘的话也很正常啊。假如说没有20多盘了还，如果是11、12，那就是18盘。对，18盘加上一盘无胜负啊，18加上今天这盘19，那正好是。对，今天朴廷桓看起来确实是状态不太好，我觉得这个飞。然后这个飞有点基于这边没注意人家断，是是对，这看起来，因为都是他主动失误的，对，没有人逼他这么下，是的，你可以选择不这样的下法，就不是这样的下法，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图，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盘棋了，对，就不至于一下子这棋就一下子就好像江河日下了，对，这尤其是范廷钰这个断就要他命了，嗯，那确实是，今天确实这个范廷钰下的好，是的。
你看这个靠也下得很美，对对，所以这今天棋确实下得漂亮。这个靠是黑棋通往胜利的捷径，可以。这白棋没法抵挡了，冲断。那我们前方有一些对范廷宇的采访，我们去看一下。好好攻击的方案啊，这个今天这盘棋感觉这个下的速度很快啊，很早几乎就是啊，输球今天这盘棋今天应该是布局阶段应该就我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吧，后来对方应该下的也不是很好，我就还比较顺利的赢下来。你感觉对手是有点不太状态还是怎么样？是可能对方确实发挥的肯定不大好。那这个对于明天的比赛肯定明天肯定是对日本棋手嘛，然后现在其实擂台赛的就是能参赛的队员其实实力，三国的队员其实实力都不弱，肯定还是会尽力去争胜啊，希望能够尽量能够多赢几盘。好像明天日本棋手谁上场还没公布，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也许网上也公布，也可能哦，是吧？日本棋手最后还剩下三位棋手，一个是于正棋，还有一个是伊利辽，还有一位景山裕太。那我想景山上场的可能性比较小，对，不太比较小。应该是于正棋或者伊利辽上场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是于正棋上还是伊利辽上。是，对对，我觉得对于日本棋手，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日本棋手可能稍弱一点，但实际上第一阶段，我许家园也赢了我们李维清，也不一定，所以大家不能小看他们。是的，刚才是小范在说，朴廷桓今天状态可能不太好。是，我也觉得好像是可能不太好，但反过来说，今天小范的状态相当好。强烈看好他。对对对，给这真的是给我们信心，在欣赏了，是让我们能欣赏到一盘赏心悦目的一盘。对，下得很漂亮啊！这个追击让白棋没有办法反击，对对对，下得无懈可击。这棋是的，是的。如果你能立于不败之地，我想你的对手不管怎么强大，你都能够战胜他。是好。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也将就是会直播，就是范廷宇跟日本棋手的对决啊，请大家继续关注这个农心杯吧。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